明子见牛肥王，王曰：“蛇不远千里而来，亦将有依离我国乎？”明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离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王曰：“何以离我国？”大夫曰：“何以离我家？”庶人曰：“何以离我心？”上下交千里，离国为矣。万姓之国，失其君者，必千姓之家；千姓之国，失其君者，必百姓之家。万处千恩，千处百恩，不为不得已。故为孝义而先礼，不夺不让，未有仁礼以其亲者也。未有义而孝其君者也。王亦曰：“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离？”